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20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是6月26。好，那么今天呢是悬疑综述节目，下周三呢是7月初一，希望大家多吃素。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们问题。喂，你好。你好，师傅好。哎，你好，请讲。您是今天看图腾是吧，师傅？是啊，今天看图腾啊。哦，麻烦您看我62年属虎的。62年属虎的是吧？对。嗯，你想看什么？看看我的身体，然后再看看我家的佛台。62年属老虎，你的肠胃不好啊，肠胃。哎呦，是的，师傅，我现在正看着中医啊，您说。还有腰也不好，腰啊。对。嗯，你这个人，师傅，以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关节也不好。哦。嗯。哦。听懂吗？哦、嗯，要注意啊，特别注意。听得懂。嗯。然后年轻的时候嘛，太活跃了呀。感情生活太活跃，欠很多感情的问题，听懂了吗？明白。所以你自己要改的呀，要自己学佛。忏悔，我每次要忏悔，在佛台面前忏悔。傻傻的，该爱的不爱，该爱的乱爱，你这个人就是毛病。师傅说的对，错了，我错了，我真的忏悔。然后呢，我的身体，您给我看一下我家的佛台。我看一下啊。62年属虎的。嗯。你家进门的，放佛台的位置是偏左面的。嗯。嗯。是放在西厢房。你这个右面的。你右面呢有一个小房间呢、就是佛台的右面呢、有个小房间啊、有个门、我不知道哪个房间、在里边的气场很不好。厨房是吧？哦，对，怪不得。对，我接了山水画了。啊，接山水画了是吧？嗯。对，佛台那屋也贴了图文山水画了。嗯，你过去你们家里有没有贴过这种动物画，就是像马呀、老虎啊这种画，过去家里？过去，我现在这个房间呀，我没布几年，然后可能有过您说的这个。这个要当心。这个就是说，虽然现在没有了。贴了，但是它有那种烙印的了，有那种硬的东西在里面，印记在里面的。哦，然后呀，您看我这个佛台呀，我有一个西方三圣，我给供上去了。哦，看一下，你供好了，位置好像放的不是太好，有点偏。面对佛台跟咱们观世音菩萨的左边。你把它发过来，发到我们秘书处，师傅帮你看一下，好吧？这个佛台看一下。然后我那个南京菩萨、太岁菩萨、观地菩萨都是按照顺序拜的，放的。然后就是那个西方三圣，因为那个是那个时候最早呀，不懂，通灵人给我供的。我家还有一个神台，都在那一个屋，就在左边。神台是放在左边，对，是放在红布上边，佛台上边是黄布。我看到了。神台跟佛台也差不多大小了呀，小一点点。那是90的，这是1米1的，佛台是1米1。佛台大呀，神台小。我呀，你先放吧，你这个人们。你这个人嘛，以后开了悟了你就知道了，你现在还不开悟呢。明白，师傅。现在我吧，你哪一天开悟了？所以你这个人嘛，过去就是
过去自己除了自己供神坛，你还自己还叫我怎么讲啊？神经兮兮的，经常神经叨叨的。我就是啊，我就是神经有点不太好，就是毛病，一看嘛就是。然后那个，我那个天上的莲花是2029。2029。对。哦，你当心哦，你怎么莲花掉下来了？你莲花不在了。你如果现在出事，你要当心了，因为连凡是莲花没有的话，出事你就麻烦了。我那个去年前年打过电话，您说还在。哎呦，我最近真的不好。你最近干嘛了？做过什么坏事没有？没有呀。一般的说做坏事就是，比方说违愿的。它是比较容易掉下来。没有啊，最近我许愿，或者我之前说，或者呢，许愿今天，或者就是，你渡人的时候，比方说这个人你断人会命，断了太过头了，他也会掉下来的呀。你有没有跟一个人作恶呀？跟这个人把他骂的臭要死了，人家不学了，这个也会断会命。没有呀，我一直虽然说我就是精力上是很忙，可是我一直在真心实意的修咱们法门呀。哦，2029，给我年属虎的。2029。看看对呀、啊。2029。我帮你看啊。啊。知道了。你有没有在这个阶段当中拜过神仙呢？没有呀，哪儿都没去过呀，我一直在家看孩子。你家里这个神台是拜的哪些神仙啊？老佛爷、柳门之位、财神爷、财神奶奶、灶王爷、灶王爷。好了，我不讲了。人家喜欢你们你就下来了呀，不是？你要看你跟，你要知道你是到底是准备求菩萨以后成菩萨呢，还是想？那我该怎么办，师傅？师傅，我真的人家都知道的，你该怎么办？别人都知道怎么做，就你不知道怎么做。那我这个莲花我自己还能念上去吗？我一定要精进。我看一下，我帮您帮我。一定要救我，因为我真的太苦了。我真的就苦了。你这个苦就是不听人话呀，就是怎么自说自话，自己搞一套，感情上受苦，钱财上受，被人家骗财骗色，哎，自己嘛就是没脑子呀，你一辈子活的就是没脑子，你听得懂？你这样吧，那您看看我，你大概要，您说，你大概要念180张小房子吧。嗯。念完之后看看吧，应该能够，你就这个180张，你就慢慢念，就是说我要这个莲花要种在天上，然后自己许个愿，许个愿干净一点，好吧？而且跟菩萨，而且要跟菩萨讲的。我一定干净，我180张小房子许愿，然后把我的莲花送上去。你都不懂，你在这里，哎呀，你叫我怎么讲？你跟菩萨讲，菩萨啊，我要干净，我做莲花，哎，我上去。你在那边嘛讲了，哎呀，大家帮我。那么人家帮你们，人家从他们的角度帮你的呀，他们的角度帮你们就是他们的方法帮你呀，你否则叫人家怎么帮啊？哦、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哦另外还有一个师兄让我帮他看莲花，是16793，女的，人家在啊，人家莲花在啊。另外我还想让您看看我妈的身体，是1936年属鼠的。你就问一个问题吧，不能看太多，你就。问你自己，妈妈问你妈什么问题？阳寿，我妈妈的阳寿。
现在几岁了？84，36年，属鼠的。哦，今年身体不好。嗯。他一直是卧床4年了。对呀、啊，我不会告诉你的。哦、我会不会告诉你他阳数多少？你就、你就好好的。一直尽心尽力、啊，一定尽心尽力的指我念念。因为上次我打通电话，您看了我父亲是在玉界天，而且看了我的莲花都在、我非常的高兴。而且我这个莲花，我先跟菩萨许愿，180张小房子，我一定要。你不要再，我现在觉得你一辈子活的就是白活了，搞都搞不清楚，已经到这个年纪了。求什么都不知道，你到底修什么心啊？你跟着谁修了？你还要我讲啊？我不会替你来得罪各路神仙的呀。明白，明白，明白。因为你知道吧，哎、我们夫妻感情，这个人这种、这个，你这个人这样的话，真的没脑子的。你已经彻底没脑子，自己你听听看你讲话声音，你就知道了。我，哎呀，真的师傅，我很迷茫，我就是一定要好好修心。跟菩萨许愿，你有没有同修啦？问问同修呀，好吧。我一定要干净，然后我就知道好一定努力。要一门精进，听不懂啊？什么叫一门精进？不知道啊？听得懂，听得懂，师傅，师傅听得懂。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还能修啊？你修什么？哎，我这个莲花，哎呀，您看我。一定，我180张许愿完了，我再继续许，我一定要把我的莲花送上去。师傅，您看。送吧，慢慢送吧，慢慢送吧，好吧。哎呦，你不要去麻烦，不要太多的麻烦各路神仙了，就是好好的求求菩萨，自己修心了。是我真的，我对那方面的，我真的，我凭良心，真的师傅。哎呦，我希望您真的能救我，一定要救我，我自己一定要忏悔。听进听得懂吗？喂喂喂，听得懂，听得懂，听得懂。然后我把我那个来的照片发在咱们那个那个东方台秘书处，东方台秘书处发过去。师傅礼拜一晚上会看的，每个周一晚上。好的。得帮你们回答信的，你要在最好在礼拜一之前发过来，好吧？好的，好的。OK 了 ，OK 了，再见了，再见了。那我要是下周前行吗？下周一前。可以，可以，没问题。哎呦，好的，哎呦，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写上我的就是写上我名字就行吧。啊啊，可以可以，嗯。哦，好的，好的，好了，哎呦，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喂，你好，你把收音机要关得轻一点。你好，师傅。请讲。师傅。请讲。我想让你看一下一个亡人。啊，一个亡人。啊、那是叫张树荣。树是什么树啊？树枝的树、啊、就三滴水那个树，完那边一个叔叔。啊，张叔。嗯，荣、啊。张树荣是吧？对。荣有草字头吗？没有草字头，有上边一个草字头。啊，张树荣，男的女的？女的。什么时候过世的？嗯。9293那样吧。张树荣。哦，他本来在地府啊，现在已经把他超度到天界了。嗯。哎呀，太好，感恩感恩。嗯、啊，我就一直就是在念念，最后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到现在也梦不到他了。以前是老梦到的。他上去了呀，上去了呀。嗯，感恩师傅。是不是长头发了？对。啊。嗯。以前老梦到。鼻子不大，眉毛跟眉毛当中蛮长的，就蛮远的。嗯。嗯。眼睛一般。好了。好啊。
感恩师傅，我想问，嘴巴有一点点，嘴巴有一点点翘出来，就是有点拱出来。嗯，是有一点。好了，嗯。感恩师傅，我想问一下，62年属牛的，男的他的身体，女的。62年属牛的，啊，腰不好，腰啊，嗯。嗯，这几天就是那个胃痛完下腹痛，是不知道是什么，嗯。啊，妇科不好。不是不是阑尾炎呢？看一下啊。感恩师傅。哦，肠胃真的不好哎。嗯，下腹不痛啊，我告诉你啊。倒不是，不一定是阑尾啊，是就是胃痛呀、啊，胃不好、啊。我看有点，有点溃疡啊，有点溃疡啊。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你赶快吃啊，赶快吃那个香砂呀、啊，小房子要56张。56张。他那个、啊，你有很多的，你有很多的活海鲜啊，在你肠胃里呀、啊。啊，那许愿往生咒许愿多少？哎，你这个人真的是稀里糊涂的，你的妇科也不好啊，妇科一直不好，嗯。嗯，妇科需要多少张小房子？一起啊，先念56张，往生咒你最好许愿5000遍。嗯，5000遍往生咒。好吧。哦，心脏还不太好。对，是不是？胸闷的。嗯，打胎的孩子左面偏上的、嗯、偏手这个地方，偏这个左手边上。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你先56张念完，你念多了、你当然可以念多了。那打胎的孩子走没？几几年属什么的？62年属牛的。嗯。啊，打胎孩子倒走掉了。嗯，感恩师傅。你们家当房子的当中是卫生间还是厨房啊？房子的当中。卫生间呢？哎，这个风水不好哎，赶快贴啊！房子当中有卫生间都倒霉的呀，风水不好哎。我那房间是一进门是中间，是完两边是卫生间，那是一个厅，他那个房子是不在中间，还在靠侧靠里边那个中间。对啊，也不好，有点靠中间的呀，有点靠中间，门嘛关起来，山水画嘛山水画贴起来，平时呢贴山水画了，大悲咒人不在家的时候嘛大悲咒开起来。现在吧，听懂吗？那师傅，请看一下我的佛台好不好？蛮好的，佛台蛮亮的，位置也蛮高。你家观地菩萨来过？嗯、你右手边那尊观地菩萨来过？嗯。观世音菩萨来过吗？我看看。你还要虔诚一点吧，好吧？好的好的，感恩师傅。你家里前些日子有一个官司啊，就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跟人家搞在一起。嗯，那不知道啊。那不是、啊、那是嗯，就是跟人家有一项、就像有一个纠纷一样，要当心，这是一个小劫呀、啊、嗯。那师傅，我那个今年有劫吗？你几几年？62年的牛。62年的牛。你这个人身体结呀、啊、身体不好。你要注意啊，你现在的心脏不好、嗯、关节不好。对。你懂吧？颈椎很酸痛，颈椎不好。对对，嗯。啊，你要注意肝有点老化。嗯。对。不要老着急了。家里很多事情，你这个人太容易着急了，
明白了吗？你感恩师父。放下一点吧，没办法，好吧。好，感恩师父。嗯，师父辛苦了，师父辛苦，感恩您。再见啊，师父注意身体。好，感恩感恩师父，再见。嗯。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喂，哎，你好，师傅，哎，感恩师傅给师傅请安。你讲话很轻，你把嘴巴靠了话筒一点。喂，现在听得到吗？啊，听到听到，你讲吧。感恩师傅，我快速的问几个问题，帮同修，同修的验证有同修自己背。感恩师傅，我先问一个56年属猴的女的，帮她看一下，她那个血液是不是有问题？她最近感觉两个膝盖啊，好像有点肿还是什么酸痛，并且那个大腿上的本来有一个红颜色的痣嘛，随后他说好像是现在又变成黑色的，有点瘙痒，所以说不知道是不是有血液的问题。看一下啊，几年属什么的？56年属猴。年女属猴女的。对，嗯，血液问题我看一下啊。他血压不稳的，血压不稳定。哦，是血压不稳定，对吧？他没问题的，他没问题，他除了感情过去有点问题，他现在有灵性了，搞他呀，嗯。哦，搞他是，那就是要超度对吧？要，要几张？要超度有一个过世的亡灵在搞他呀。哦，是男的还是女的就亡灵？我不知道他的那个家里人吧。嗯，像家里人，你问问他有没有过世，家里一个胖胖的脸，胖胖大大的。胖胖大的，老的还是年轻的？老的，老年人。老的，大概五六十岁左右吧，五六十岁左右，死掉的时候。是老人家是还是那个叫什么？老人家呀，应该看男的对吧？男的，有点估计有点傻傻的，有点傻傻。男的、啊、是男的吗？因为他的好像也是都、因为我看不清楚这个脸，又像男人又像女人。因为可能上年纪都差不多样子。他这个好，他这个想讲两个特征吧，眉毛有点倒刮的。然后是眼睛不像双眼皮，单眼皮。那鼻子挺不挺或者大不大？鼻子不挺。不挺，块头蛮大，块头蛮大的。块头。哦，有可能他爸爸还是什么，他头发没有了对吧？你就问他一个特征嘛，长得人不是太高的，不像人家男人很高很高的，他是一般的，一米六六几吧，6364这。但是块头是大的，就人不高的块头大。对。好的好的，感恩师傅。那这个需要多少小房子要超度？谢谢。76张，76张。谢谢。好的好的。他现在在他哪里你知道吗？现在在他的右面的胆呐、肠胃啊、妇科啊这个地方。所以他的胆和肠胃还有妇科都不好的。因为他又在吃，平时自己又吃点什么中成药之类的，就是会去药房去买一点，就是什么丹参片，还是什么什么三七粉之类的也在吃，也不知道凭感觉在吃。他要不是念经的话，他早出事。对对对，他说念经以后改善很多。对呀、他这个人胆子么小的嘞，臭要死。对对对，好的，感谢。这是很怕死的，人家。现在是这个灵性告诉我的，说他只要吓吓他就死掉了。这个灵性有点像满意不满意里边一个滑稽演员。胖胖的，好的好的，应该还属于应该是善灵，应该这样。善灵。好的好的。但是你说他跟我讲这个话嘛，肯定善灵啊。他说我吓他，他就死掉了，吓死他了。好的好的，让他超度吧，赶快还债。对对对，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好像
嗯，好，我快速问一下，下一个就是85年属牛男的，然后帮他看一下这个肠胃，肠胃还是那个，就肠胃就是他一直吃东西会感觉就是吃什么都会拉，最后最近在吃那个洛三菌的片在调整，不知道是不是灵性。85闪灵，没有大灵性，闪灵。你叫他洛丹片也好，什么片也好，少吃点。哦，少吃点，因为他两个礼拜就恢复了。哦，他去咨询药房，他说是可能你是那个肠胃里的好像是，少，就是有益菌太少，好像就配了给有益菌给他吃。哎，不要再去问了，你要记住，哦，那现在吃药三分毒啊。哦，好的好的，因为他这个现状好像是消消炎。你说，消消炎，哦，那消消炎。哦。这个消消炎也是吃就药方给他这样现在给他配的这些东西吗？不要不要不要，叫他现在是拉肚子是不是？就是感觉就是比如说早中晚就感觉就早饭中午饭每次吃完以后过一会儿就会拉掉，就感觉就明白明白明白，啊，这个叫他要吃那个了，有一种叫新的黄连素，啊，新的黄连素，吃两颗，2到3颗。啊，对肠胃没什么坏处的，很好的。哦，他吃大概一个礼拜，吃一个礼拜，哦，一天吃10颗。好的好的。28颗吃完了，保证好了。哦，好的。消炎是。肠胃里有，哦，我看他肠胃里甚至还有蛔虫，他的肠胃就是很多菌的，不好。对，感觉就是这种情况。还有他吃的茶也不干净。喝的茶不干净，对，他是2年前大概就把茶叶断掉了，就是感觉好像绿茶是。那他现在喝什么？他现在喝什么？ 就白开水，因为好像绿茶是比较阴吧。你要当心一点，你要问他了。没有了，还在喝茶了。不干净。啊，好的好的，因为他是15年开始好像陆陆续续。好，那这个散灵需要超度吗？就是要念小房子。要，散灵念往生咒，叫他许愿念10000遍。哦，好的，因为他是每在用那个小的自成小网，自成自自网程中再烧一波波，是重新念吧，重新念吧。哦，好的，10000遍，好的，感恩师傅。师傅，那个这个85年牛啊，他这个佛台，他现在家中设的佛，他的右边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厨啊，就是饰品厨啊，他这个饰品厨以前也是临时作为佛台供的，就现在想问这个。厨能不能处理掉？是不是要念小房子？因为以前做过，可以啊，一阵子佛堂二十要25遍，25章，25章，最后这个就是旧的以前那个厨就可以处理掉了，对吧？对对对对对对。啊，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哦，师傅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还蛮干净的，我看到他家佛台靠近窗户，还蛮干净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好的，感恩师傅。最后我问一个亡人在哪里？亡人名字叫沈玲珑，沈阳的沈，双木林，一条龙的龙。男的女的？男的，男的，对不起师傅。他不是属于胖的那种，他是属于瘦的，偏瘦的。对对对，走的时候也很偏瘦的，鼻子也蛮高的。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师傅。过世的时候是过的，对，过世的时候是瘦了，就是很就不进食啊，就是导致瘦了。对啊，鼻子很高。对对对，就是挺的，高高鼻。前头前面头发比较少，前头就是额头这里头发比较少，往后数的。他已经在天界，他已经在天界了。哪一层天啊？是无色还是色界？欲界，欲界。玉界天啊，又好像又下来一阶嘛，他什么情况导致他下来的？他，我看一下啊。有人牵挂他。家里人啊。你看看家里有没有人，有亲戚给他做过，正好他过世的时间还是生日或者明日啊，就是给他做过什么明日啊，就是过世的时候祭奠他，有没有去问问看。哦，家里有人可能给他烧冥纸了。
哦，那只能他有一个，他有没有一个妹妹啊？他有姐姐。哦，那就是应该姐姐的。这个姐姐是不是跟他关系有冤结？就是也蛮好，又不好，又蛮好。啊，姐姐好像老觉得他走了，好像冤枉一样，好像想不通。嗯，好像知道是因为分到东西少，也不知道，反正总归他走了，姐姐觉得也很冤枉。嗯，哦。他姐姐对他蛮好的，就是反正以前啊，那就是这个问题了。叫他姐姐安慰一下了，家里人去送点东西啦，接济接济他啦，就是叫他对呀，跟他说了，就不要这样了。哎，说弟弟在天上会保佑你的，就这么讲嘛就好。嗯，也你把他弄下来，把他弄下来更麻烦，明白了吗？嗯。因为这个亡人的姐姐是不信佛，就是现在纯属现在纯粹就是亡人的太太在一直在念经。哦，对，一直这对对对，他们那念点姐姐咒吧，叫他太太念点姐姐咒。啊，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没有其他问题，同学也让自己背。师傅。那个就这样先啊，好吧，感谢师傅辛苦了，师傅保重，再见，身体，再见，拜拜，拜拜，再见。好，再看一个，最后看一个。喂，你好。喂，师傅你好。你好。师傅你好，师傅你好，请讲。等一下，就是我戴着耳机，就是我帮同事问一个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属几年属什么的？儿子是属牛，1997年的师傅。属什么？属牛啊？属牛，1997年。男的。1997年属什么的？牛。等一下，我听不清楚我的声音。你有点低能啊，有点低能啊，我看你。啊，师傅，对不起，师傅，你要多念心经啊。啊，师傅听得清楚吗？听清楚。啊，师傅您好，师傅弟子向您请安，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请帮。对不起，师傅，刚才我的手机有问题。师傅请帮同学看一下他的儿子属牛的，1997年。想看什么奖啊？他的儿子就是好像那种，只是脑子现在脑子不大好吧？低能哦。以前是上次是好的啊，他有工作，这些都正常的，只是最近比较不正常，自己讲话。他忧郁症你知道不啦？我现在看他是忧郁症啊，哦，你不知道啊？对，他母亲说他好像有点忧郁症。他把人家，他都怀疑人家对他不好，天天怀疑，在单位里也怀疑人家对他不好，人家不能跟他相处啊，听得懂吗？哦。但是他身上是不是就是有灵性是吗？啊，当然了。嗯。哦。动物。都是动物啊。嗯。哦。他在玩什么游戏？对对对，他妈妈说他每天都要都是玩手机。对，他玩那个游戏是跟龙有关系的，上蹿下跳的那。哦。然后师傅他就是喜欢半夜三更跑出去的不回家，那看见了不啦？跟你说身上有灵性，上他身了呀。哦，那师傅他就是母亲刚帮他许愿了1200张的小房子，请问这样子够吗，师傅？1200张是吧？对，1200张小房子。够了，嗯。他的儿子，我现在看他的图腾啊，就是大脑部分呢，这个小脑部分前面的靠前面的小脑部分呢，有经常有紊乱的，就是经啊神经啊有紊乱，也就是说经常想这种人家想不到的事情，说人家说不出来的话啊，做那些人家想不到的事情，就是说大脑
小脑神经紊乱的，你要叫他多念心经啊，要大概要许，大概要至少要许5000遍那个心经啊，专门治他这个脑子啊。嗯嗯，你看母亲刚才听懂了吗？听懂了。怪怪的，这孩子现在是怪怪的，跟家里人格格不入的，根本谁说说话他都不听。对对对，师傅，对对对，就是不听，就是他会自己讲话，就是自己笑这样子。对呀、啊，自己讲话自己笑。一会儿嘛，好像冷笑，好像你们都，好像都看不起人一样的那种感觉。他身上就这个动物呀，我跟你说呀，灵性呀。哦。一个动物哦，师傅。那师傅就是5000遍心经，他妈妈帮他学，妈妈帮他念，对吗，师傅？对呀、啊，赶快帮他念啊。嗯。哦，好的好的，师傅。好吧。那还有其他问题吗，师傅？他是眼睛，他两个眼睛。他两个眼睛，你叫他妈盯住他两个眼睛看，就知道是什么动物了。哦，听懂了吗？哦，怪怪的，听懂。这两个眼睛啊，怪怪的，听不懂啊。那是什么动物啊，师傅？龙呀、啊，我跟你说过了，龙、啊、这种不是珍贵，不是真的龙啊，是假龙啊。哦，好好好，师傅，我跟同事接触，同事听录音。师傅，还有再一帮看一个同修，他是属羊的，1979年女的，看他的那个胃，右面的胃啊，右面的胃经常痛，右边啊，是的，是的，对，他一直就是，跟你说，逃逃不掉，看得清清楚楚，血脉不和，血下不到胃，而且呢，这个地方的胃有点像下垂，吃东西吃凉的东西马上胃痛不舒服。嗯嗯嗯，那师傅他是身上有灵性吗？师傅需要几张小房子吗？小房子49张。49张。嗯，他曾经迷一个歌手。哦。嗯，一个男歌手。哦。我看这个男歌手像吸掉了的，像死了一样。哦，对，他是好，好的师傅跟他讲，就是他放生了，师傅。好啦，傻姑娘。哦，好吧。好的，师傅可以问一个老同修吗？他想问他业障比例。啊，几几年属什么？1952年属龙的女的。23。24，蛮好的。23、24不错了，已经蛮好了。那他的莲花呢？是2566。号码呢？2566。2566，蛮好啊！菩萨还照看他的莲花呢。哦，太感恩了。好。他这个人，你叫他当心点啊！他的脚要出毛病了，腿呀、啊，腿脚关节呀、啊。嗯，哦，好好好，他会摔一跤的，摔伤的。你问问他摔过没有啊？嗯。哦，我要问同修。啊，你摔过了就可以了，没摔过他要当心了，摔一跤的。哦，好好好的，师傅，好的，我听说同修听录音。好的，师傅，感恩您，师傅照顾好身体，我们爱你，我们好好的。师傅，感恩菩萨，再见，师傅，再见，拜拜。好，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